你到时候干啥子吧？那是。哎呀，我难得就跟你聊，他走了，是弄安了哈不过嘛。二妹，热得很，给我拿个插门过来嘛。你掉了弄就掉都没嘛？你看嘛，通通都差不多半桶桶了。半桶桶水哟，没得哈多再咋吃嘛？你到时候干啥子嘛？等几天你回去不得弄？我这儿不得了嘛，多弄几下嘛就可以弄了噻。哎呀，我难得就跟你聊，他走了，是弄安了哈不过嘛？走了啊？等哈儿走啊？走不走嘛？今天就吃稀饭啊？不吃稀饭吃啥子？你就去钓鱼噻。其实我钓到鱼，我本来就吃鱼的，你把鱼给我倒了。那几个鱼你在弄不嘛？我不了解你哈。鱼是慢慢钓的哈，技巧成多的哈，一下子就不得就钓得了一桶桶桶不嘛？你手表拿出来看一下，几点了？一点多了，你还不饿吗？吃了还要上哪儿去走嘛？我想吃肉啊。那等不吃就钓不了。我不跟人家吃桶嘛。哎呀，这总比那油总比没得好。他这弄勉强了。天气热还能吃饭，确实不下去，还吃肉。看你啥子吃的弄香啊？哪儿不好吃嘛？有嘛有哪里？弄死吧，我给你商量一下。干啥？你先不要生气。哎，不要商量的，不要谈的。我跟你商量啊。你弄起说了都不晓得不晓得不是啥子好事。